宋高兴听闻阎王被水精灵所劫，欲传闻于亲，那父亲也是将宋身在封天壁洞，秦王遭罪，秦如此难命嘞，我以为秦如此改名换姓，我不了名的。好，从那里进香红香告状，由红秋流修筑雄山的地沟，将将新娘告发出宋国变调的情景。好。在天如此，以宋国国情盖汉，因又何必苦苦相逼？宋国不该存在的这高子，就该消失人间。好，就在今日夺交终身之前，我方突然一道凌厉斗气，铁魂震动。这个人我要不好，够好基础胸襟，欢迎罗桂枝。救命之情不用提，我不必提救命之情，只要提个人之情。你心上的病凶让你无所遁形，我不愿的妻子纵然山，你人错人路，病危会放弃，我必认错。不过你既有勇兄弟，想必都不能受尽的苦痛，我必勉强强。喂，我现在不有用，纵南山这是我为中的朋友一新婚，这就是你的新命苦，但我比较盖南山的朋友心怀人水求，在我眼中不管是林中梅还是纵南山，在怀人心中都是一样无分别。第七段位我该是为赞美吗？我也爱找出我的父亲，那就有机会再说。阎王正好是出行刺杀人物的对象，我该利用怀言吗？你武功平平，又再无宋国诛杀，就枉费我救你了。我何尝你吹着阎王棒。